头心太软了，我操，我这个头心太烫。姜切丝儿，葱切丝儿，蒜切片儿，洗净的芹菜切成段儿。你是不是太大了？鱼味儿。锅里加鱼油，鱼肉丝儿，小点火。姜蒜，一起放，一起放。味极鲜，下芹菜，高汤，盐，味精。小许大招，小许香油一锅了，家常炒芹菜，色香味俱全了。